會計對我嚟講。咁啊，我覺得 account 佢可以俾我去分析一啲數據，咁再去幫到其他人，我呢個係好 challenging 同埋好啱我性格嘅一個工作嚟嘅。我好享受將一啲定量嘅數字變成一啲好有用嘅數據啦，但係當翻唔到數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覺得好氣餒。翻唔到條數，就好似俾人打咗巴咁。但係想差啲冇想填説吧，我幾熱啦。其實 account 係一件好簡單嘅事，因為只要我哋用加減乘除就可以達到我哋想要嘅答案。越嚟越唔中意 account 啦，因為入到要之後咧，我發覺下一次上嚟咧，佢難嘅數好多。個個計錯數，每次計一條數錯，都要喺大海內即係連揾翻條數出嚟，真係超煩。其實我真係唔中意 accounting， 我每個月對住成串口嘅 bank statement， 搞到我副眼鏡越嚟越厚。我最唔中意 accounting 咧，就係因為我知道每次做佢啲功課都要做幾十個鐘。account 書本本都夠唔厚，點讀啊？account 功課抄咧，半個鐘就做完。每次考試都要狂寫三小時，真的很痛苦。讀 accounting 好悶呀，你諗清楚先啦。第一次有個科目作業要超過10个小时，不過又是第一次拿到 A。知道成績不錯的時候，你又很開心。我 challenge 佢有成功感。誒，但係後期我又中意喎，因為我落咗幾多百分。就錯得少啫，大家。征服 account。計錯數並不孤單。入到大學才知道原來差不多全部 account 嘅都係女仔嚟嘅，一班咧就得嗰幾個男仔。但係佢哋好接嘅喎。所以咪一個女仔識到咯。但係你識到我嘛？學會計的女孩子眾多，又都才貌雙全，我也因此收穫了屬於自己愛情。從我嘅角度去理解一盤數，即每間公司都有一個管數人啦，即錢都好緊要啦，對每間公司嚟講。我用 account 可以幫我找到 business 問題嘅癥結所在，因為佢俾到一個專業嘅資格我，令到我有一個更加好嘅前途。其實佢好 professional 啦，而且佢嘅 private part 都好好嘅。我覺得 account 喺 pro 入邊一定係 top of the top 啦。做專業做會計，我見咁耐贏咗咁多嘅，因為 account 俾我呢一科咧就覺得好專業啦，同埋可以著西裝，成個 image 都 professional 嘅。哦，係啊！自從喺 U 度讀完 account 之後，而家日日喺中環翻工，我都覺得自己型咗喎。係啊，讀 account 果然真係唔同啲喎。其實我媽咪咧點好中意我讀 accounting 呢一科，咁而我自己咧都好中意嘅，因為錢錢錢咯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我中意 account 咧？首先你要知道一樣嘢，會計學其實係語言學一種，語言學並唔係包括中文、英文、普通話咁簡單。我覺得 account 學到嘅知識可以套用喺生活上邊，同生活息息相關，所以我對佢更加有興趣。我覺得 accounting 唔單止係數學咁簡單啦，仲可以學到好多人際技巧，俾多機會我接觸到其他行業。會計真，發現原來佢有趣。兩個仔，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呢個，佢真係講唔出，我都覺得自己贏咗，即係個感覺唔贏咯。點解中意 account 咧？你要知道。嘥咁多纸，下世做树啦！我中意 account 啦，因为次次同佢斗法计数，我都赢嘅。但系次次都计到几百万嘅喎，计几百万？每次 accounting 对你 I 等一下，手势错了。中意，中意。喂，你开头唔中意我啊？中意，中意。冇，即系你。中意。你等下俾你先。